嗨，我是妹妹，我是木木。嗨，我是哥哥，我是博言。今天我们来猜第二次是你包第二的，又是老朋友了。对，我们第一次开的就是这个，好吧？开拆。找来不能用磨合的。男左女右，我是这一半，我是这一半，我是这一半。好吧，就这样。是，一共也是，应该也是，我看一眼，不太记得了，有点久远。这个应该一共也是，一人十五包吧？对，好像是一人十五包。那我们直接来拆吧，三包的拆吧。今天时间不够，明天还要上学，太惨了。抢包的时间，这是一个感觉。明天就放国庆的假期了，提前祝粉丝们国庆节快乐啊！国庆节快乐！欧呀，必须欧的，必须欧，欧一波必须。啊！反过来的歌，看背面，看背面。感觉要完蛋了，感觉一包苦卡怎么办？白费一张，白费，三包卡里面只出了一张白费，真的是有点搞的。谁先过？Yeah! 运气必须欧王，必须要来个欧王运气。小马谷市政厅这一张蛮好看的，我觉得。又来了，一张白费，还有一张珍奇的这个哦，一张纸背，珍奇的这一张 S 的这个我们没见过呢，我们还没有这一张。好像有了，我们最后把所有卡拆完再来展示黑白的盒子背，还有哥哥，我第一次就直接拆掉一张黑背和一张白背，紫背和一张。完了，你这一次不会运气不好了，普卡从这边。继续，我干第二次。都好，能。这次我单包的猜，你是不是也是没有的？不够，那我也单包的猜。哎，又是一包普卡呀！这 R 的蓝宝石秀儿是什么卡呀？啊，一张普卡，一堆普卡。星光 SR 的海，星光一的一张 SR 的海，星光一的一张竹锁和紫月儿时的卧室，都是一张。这个是星什么啊，哥哥？星雪。星雪。
旋的，又是一张碧玺，一张。我开了这个几包都只开都一些普卡，还是三包三包的开吧。SR 的这是什么？我感觉这一次卡没上一次藏红花，概率是一样。我怎么死卡了？
月，看到没有？这一次我的运气还可以，还不错。除了这几张紫薇出的有点搞，其他都还可以。感觉要是一个扑卡。然后我们来快速清理一下扑卡，把里面的 SR。三张扑卡。最后四包。SR 脾气派。最后四包就一包一包开吧。SR 玻璃兹。我这张 SR 脾气派。艾莎这个很丑的一个东西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艾莎不理。香菜。艾莎酸泥贝兹。干第二十几包。就是艾莎不理兹。干倒数第四包了。艾莎溶洞。啥？啥？溶洞。溶洞。SR 柔肉，布里兹的，布里兹的柔肉。巴卡贝卡威了，马上每个整个人美了，告诉大家。果然没有了。果然上学期就抽卡就不是好事，一堆普卡。三包一起开吧，除了一位也不可能的。我们下一次争取在线下买。嗯，对，争取在线下买，好吧。给大家看除了一位。啊？这么快放？马上开完了。讲一下这一些 SR， 脏花、莫里兹、珍奇、清雪。两张脾气派了，布里兹，又一张布里兹，香菜，布里兹，香菜，山泥带兹，龙龙，又一张布里兹和一张布里兹的紫肉，这一次开出了一张这个甜心的这个紫月还蛮好的，还有一张云宝更好了，这两张一起更好。好了，我的也刚好开完了。这两张是三张，这一次我这里开出来最好的了，还有那几张紫薇真的是惨不忍睹啊，孩子们，那张紫薇已经淹没在了普卡堆里，我觉得他们和普卡也没什么区别。三张，我抽到的，我唯一觉得好看一点紫薇这一张，这碎龙，蛮可爱的。我抽到了三张紫薇，三张白贝，啊，我的心脏。没了，拿我们的这个场景卡来开。你别把卡约了。皮皮，这次紫薇都好那啥呀？好啦。对。不会又给我来张皮皮？啊，知道是谁了，果然又是他。克里克西，又是他。不行，我得挂网上卖了。来，再来看一下，看啥？星光影。不是蟹龙。哦，又是一张我们有过的，好像是。对。介绍一下你的闲鱼号叫什么？黑木岩。来继续。继续白贝了。开闲鱼号运吧。加油！希望白贝可以来一点好。啊，我走了，又是跑，就是跟我拆的这几张，那全部超不等的，就跟我拆的这几张白贝紫贝，那就是跟普卡没啥区别，好吧？还是我运气好一点，你看开出了一张 SS 的碎龙，这一张我觉得蛮好看的，我没有，和一张 SS 紫月和云宝，鱼丸紫月和云宝这两张我觉得蛮好看的，我气死我。气死吧！然后现在就把这些卡都收到卡册里去。卡册，开工。没事。你先把这俩。十一之后有时间再给大家更新。辉月六。辉月六哦。特里克西放一起吧。可
是会月六宝子们，会月六宝子们。希望隔月六能欧一点，这两个岁龙关系。怎么这么多特里克西呀？翠龙放。没事，不行，官网上卖了。就不信我们开不到好卡，是吧？下次再回月六，给弹幕上必须打一个欧气，好吧？对，谁不打欧气，走，给我嘎！就在这里，又来三张好好好字母是吧？一模一样。还有你，好好好字母是吧？又给我来一张好好好字母吧。好的，两个好好这么玩是吧？好好，还有你，你好好这么玩是吧？好好这么玩。这两个要好好放，轻拿轻放，放后面，放这一面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